胡杏儿最近在内地的演技类综艺节目《演员请就位》第二季中击败一众实力派演员夺得冠军。虽然胡杏儿早在九年前已经贵为视后，但是她的演技就经常被人质疑。如今胡杏儿在节目入面获得冠军殊荣，可谓同自己的过去一雪前耻，亦都回应了她在1999年以19岁之龄参选香港小姐，并获得香港小姐季军和活力风采奖一样，在泳衣环节的喜怒哀乐表演已经备受赞赏。起秒来，六六，爱，落。